TWICE 在此前就频频为此次回归进行预热，连续释出超美的预告影片，在回归前更是传出专辑预售超过100万张的成绩，还因此创下了自身的纪录。在26日 ，TWICE 正式公开了此次回归的主打歌《Pop Let Pop》。兔宝们化身甜心辣妹，配上充满记忆点的歌曲，完全让 ONCE 们感到相当惊喜。尤其是在副歌的 LOVE 手势，更在2秒内完成4个字母，向 ONCE 们表达爱意。兔宝们以充满记忆点的歌曲回归，期待之后能有更多的打歌舞台让 ONCE 欣赏吧。